为啥不直接核弹拳王？你们这个都是马后炮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在打，我打完之后我才知道嘛，对不对？我在打的当下，干我又不是说，哎、欸，我都可以知道说这边一定要开什么，一定要开什么，总是会有失败，总是会有失败才会有成功嘛，对不对？干你们都等我那个死了之后才说啊，怎么不怎样，怎么不怎样？靠呗，这个这样我也会。我刚死了，我现在就知道啦、啊。我现在就知道那边可以开个大姐啊。新节目啊，真的假的？欸、这是 CD2 了。哦。好，这边的话，我看一下哈，我觉得直接先开一支这个吧，比较快啊。鬼牌哦，鬼牌。然后等到他那个满血，再开紫龙。好、哦，看一下。好，进场这边技能封锁，反正这队会一直天降，所以其实不怕，哦、只要注意一下风化珠、哦、不要去碰到风化就好。好，这边的话呢，我看一下，火鼠这边的话，变身的要把它全部变一变哦，哈。这边有什么变身的，把它全部变一变。好，然后小杰，啊，铜虎我觉得也可以开，看怎么样？我想一下，来把那个火珠塞进去。靠，这样居然没打死。没打死的话，我们再开。OK。好，再来哈。啊，窝金这边要两回合带走，一定要两回合带走。我想一下。先转一回合，
OK， 我觉得这边应该是要这样子。先把它打过去，十亿耶，哇，十亿！好，再来王一的话，我们血量刚好可以够撑他的先攻，不过也是很陡啦，哦，还是要这个靠天将来回血。反正这队每回合一定可以回满，一定可以回满，就是一个洗技能的时间。洗技能的时间，哎，会不会打太快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的西索哦，差一回合刚好，刚好差一回合要跳。这样子哦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最后一回合呢？我们先开个这个，然后再开。哎，干，他这个怎么这样怪怪的啊？哎，他这个是不是怪怪的、啊？算了，不管了。怎么不是鬼牌？啊，我们把这个拼图盾拼进去哈，新珠拼进去。他是有 bug 啊，我们这边开龙科，正好加一步爆发。好，嗯哼哼哼 ，OK， 这边就要这样子通关了哈。虽然转的，我觉得排的没有很漂亮，但是我觉得伤害是很够的哈，因为他人族强化拼图盾嘛，所以新珠强化也是可以啊。虽然我们没有抽出鬼牌。西索那个，我有先开第一个技能啊。照理来说，再开第二技会是一定是鬼牌，可是我开了第二技没有鬼牌，所以应该是 bug 了。